大家好，我是新巴水。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快速升人。那首先我要开一个你制作的夺取差事。那因为如果我本来说就是教你们怎么制作，不过我怕我讲你们可能也解释不清楚，然后怕你们不知到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制作，所以直接就是在说明那边放那个我那个差事的那个网址啊，然后你们就把它收藏，以后就自己找个朋友跟你们互刷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是开我朋友的账号来玩，所以这样子舍得我就再找一个人。我的差事是叫拿包包，你再看那个制作的是 S I N B A A N，那个就是。一开始这个，你只要最重要的是把那个回合数调多一点就好了。目前它这个之前也可以调7回，但是现在只能。不过我等一下影片可能会简介一下，所以等一下可能是会是以7回合来玩。那就先开始吧，先邀我的本尊，邀。稍等一下哦。来呀！我这个影片有剪辑过，因为前面不小心录到音乐，因为那个音乐有版权，所以说我只能先就是重新剪接，然后再重录。那就开始吧。一开始直接准备，一开始前面会有放总共12个包包，那其他多余那些围栏的坦克车还有那些敌人呢，都是我随便乱放的。啊，要不要杀都可以，反正重要是捡包包就对了。还没完。好，可以了。看到前面的12个公司包没有？一开始先捡7个，不要一次捡8个，因为你只要那个投放点超过8个的话，这一回合就会被判定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就是不要让它太早结束，可以先捡7个，先捡。你看右边上面有持有数目，留一个空位就好了。然后回去投放点踩一踩，这时候就会赚到700个 RP。然后剩下你只要再拿一个就会过，那个直接赢得这一回合。可是你如果再捡一次，再多捡7个的话，回去踩，进八百 RP，也就是说你多把，你这一回合只花了3、4秒就多赚了700，就是一次赚了1500个经验值。啊，这时候你再捡的时候，那个队友也是可以去捡，不过他就是只能捡即可，因为如果他捡超过8个的话，就会判定这回合他赢的。所以说，就是一定要这回有人赢，有人输，所以赢的人可以拿的比较多，那输的人拿的比较少。不过你们可以就是轮流啊，因为就是把轮流一直刷，然后到最后决定最后一赛的时候，就决定谁赢就好了。找个朋友互相推啊！再看一次哦。回去踩点，然后看注意看看上面那个线条。你看攀升了很多吧？然后再回去踩。我回合数是调7回合，所以说一个人就只要赢7场就整个结束了。
啊，如果想要再延长的话，就是你赢大概六回合之后，然后接下来换队友再赢六回合，然后到每两个都赢六回合之后，然后看最后一场，看决定你们谁要赢。反正如果不想要马上重来，就是重开的话，这样的话就直接就是轮流互杀，这样子可以打延长赛。现在目前是三回合，我想一次刷完。附近的物品都是我随便乱放的，不用介意。其实你只要如果你自己制作，你也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比较好拿包包的差事，你就随便在前面地上放全部的包包，然后去捡一捡就好了。附近有没有东西就无所谓，你也可以把队友杀掉，赚到45个 RP 也可以。欸、我刚是不是捡太多了？假如你身上捡满的话，不然捡满的话，你可以自杀。刚我不知道怎么去踩点，有点忘了。你只要自杀的话，你那个身上的包包就会掉，你就可以再重捡。我已经捡满了，我刚没注意到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目前已经是第三回合。再一次哦，就我想应该一开始把那个回合数调低的，不然那个这个只会让观众看得太久。反正就是要看结算之后还可以再拿多少钱。你看截止是不是本来是四格，现在攀升到两格，算出来只花了几分钟。平常打任务打完一场，然后重开都要花半小时时间，啊，这个大概只要十分钟的时间就够了。不然捡满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有时候有没有捡满要注意一下，不然你这一回合会结束的很快。再一次哦，第一次捡七个。然后第二次再捡八个人，再捡的时候队友也可以捡七个，不过你要回去踩点那些公司包才会重生。队友我忘了，我还是等一下再说了。捡一个包包都可以赚到25个 RP。你看这有没有比较快？像以前的练的方式，就是那个玩到70等之后，然后再买一台坦克，再去玩那个炸毁汽车，或者是开天无限，然后一直杀警察，来杀到那个大概200多只才结束。那样坚持大概也有9000至10000多吧。可是那样子玩完一场就要半小时了，哇！而且还要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杀，一直杀，是算是比这个还要累一点。你看，快要升级了，陀主。前面的演员就是我随便射的。杀死那些也是有经验值可以拿的。不过那个你杀就是一个你杀越多点，它就是有一定的那个次数，就不会再让你赚经验的。
那就公司帮你，只要你捡的话，你只要一直捡太多，捡到一定的次数，它就不会再升经验。但是你那个，所以说你要等下一回合，它才会戒指还才能继续拿。快结束了。然后看结算会有多少钱呢？哦，捡满的。你看，今天这马上短短时间就攀升到一格了。如果去打炸尾，其实就打得很快的话，那个可能一格都还不到。可以先把点那个把玩家杀掉的话，还可以多赚一些。你看，这样你们自己算算看，如果一回合是1500个经验值的话，那大概七回合可以就赚了多少了？可以慢慢算。因为我现在懒得去乘了，打完之后大概会有1万多块。想要打延长赛的话，你打到6回合，然后再换队友一直赢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慢慢捡700个。想要快速重的话，就直接到那个投票画面再重来。讲完就可以了，那就是这样哦。如果想要玩我这个，如果不想自己制作菜式的话，我这个菜式我在那个 R 星那个网页那边有，应该可以找到我的菜式。我这个我在那个说明上面有放网址，你们自己去慢慢玩吧。那就先这样哦，拜拜。